中方对美方的这种抹黑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从以往记录看，美国在全球范围实施了最大规模网络窃密行动。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，在新冠疫苗研究和治疗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。因此中方更有理由担心遭到网络窃密。